好，往下走一点。哈哈哈哈，画石头的意义还没有见过画石头像人物的石头，咱们不要说画石头啊，画人物，这个我们去画任何一件物品出现在你的画里，它都自带情感，要带情感，把你的心情抒发到里边啊，就是这样的。啊，咱们。来，看过来。好，把这竹竿拔地而起，画出它的气势。好，空中加油。加完了，咱们接着往上画。好，傲然挺立一棵竹。好，咱们刚才同学们说了啊，这个，想听老师解释一下啊，你看看，这个老翁背坐在河边，啊，手中拿着一根钓鱼竿，哈哈哈，拿着一根钓鱼竿，哼，扭头看到一只。蟾蜍啊，跳在这个岸边，啊，跳在岸边，然后哎，回头和他对语，这个仰头和他说话，哈哈哈哈，这样的一个情景，你们自己去发挥想象啊，自己发挥想象，哈哈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啊，你们发现没有？是不是老翁拿着一根钓鱼竿，啊，咱们就这样。就这样灵动一点啊，想什么画就怎么画。一只蟾蜍啊，跳在湖面，是不是？啊，咱们简简单单啊去画出来。哈哈哈哈哈！想象力丰富是吧？好，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竹竿，咱去加上竹枝，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把它一笔调淡墨。好，一笔调淡墨，咱们再画一个粗一点的竹竿啊，来看过来。好，这个竹竿呢，它就自动跑到后边去了。好，我们画出来这根竹竿，没有墨的时候要空中加油。好，咱们的无限遐想，哈哈哈哈，妙。好，画出来这一杆竹，还是一个双杆，对不对？一个是不是海竿，一个是小钓竿，一个是海竿，甩得远可以钓大鱼，是不是？啊，钓过鱼的同学都知道，是不是？哎，这个可以设计有趣，是吧？就这样了，咱们开开心心来画墨竹，对不对？好，咱们的画里边就充满了小情趣啊，充满小情趣。好，咱们让这个小蟾蜍啊也跟着学钓鱼，好吧？让它也学钓鱼。哎，它也有个小钓竿，哈哈哈哈哈哈。
啊，蟾蜍也有个小标杆。琪琪，早上好。啊，咱们很多同学来到了小竹林，开开心心小竹林，快快乐乐寻木竹。啊，在这里呢，我们接着把枝条给加上啊。这里呢，我们加一个2米1树，咱们去表现出来。然后在这里呢，把这个竹竿。咱们也画出来，好，要记着竹子的这个穿插。把它的穿插，你看我们画竹枝的时候要充满弹性。蹦蹦蹦，哎，就像你一个运动员，是不是？他的脚那个刚落地，这只脚呢就抬起来，充满了弹跳力，蹦蹦蹦，好，蹦蹦蹦，你看连蹦的，跺跺，啊，在这里蹦蹦跺跺跺跺，好，蹦蹦，走起，蹦蹦蹦。好，看不到是吧？好的。好，那么咱们在这里呢，看一看干湿的程度啊，还有点湿啊，它这个凉凉的，那么咱们就要干什么？就要，然后再等一会儿啊，咱们再换，再点竹节，一定记得竹节的时间差。咱们把时间差打在空调。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竹子啊，蹦蹦蹦蹦蹦，啊，你可以让它再蹦一下啊，好，蹦，啊，你看，把它的枝条的力度划出来，蹦蹦，跺跺，好，蹦蹦，跺跺，跺跺，好，我们画出来这个枝条向这边倾斜的一种角度，蹦蹦蹦。画出来一大一小两个枝条，它就像两个人，一个往这边啊微微的倾斜，一个往这边微微的倾斜，啊，咱们接着把这个蹦蹦蹦蹦跺跺，好，把这个竹枝画出来，蹦蹦，好蹦，好蹦蹦蹦蹦，跺跺。好，咱们再画出这杆竹子啊，咱把它的竹枝画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早上好，时间差，很多同学打出来了，同学们，你把时间差打在公屏好吧？关键的知识点一定要打出来，同学们，我看一下，咱们是新同学提题还是老同学提题？啊，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啊，你们老同学放空心态啊，空杯心态，重新学起来。好，新同学。打个一，老同学打个二，零基础打个零，我看一下。新同学打一，老同学打二，零基础打个零。哇，可以啊，这个体温刚刚好，不发烧。哎，咱们测完体温开始点上竹节。好，咱把竹节点上啊。半湿半干点竹节。那么这一个竹节呢，咱们向后去啊。
一个上报，一个下报。好，咱们点出来不同的竹节的形态。好，这个是下报，同学们打打公屏。好，一个上报，一个下报。好，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竹竿呢也给它画出来，竹枝，把竹枝给添上，刘海器金蟾，金蟾，蟾蜍，它也是有很好的寓意的，咱们在咱们的画里边，对不对？啊，好，咱们接着把这个画出来。把这个枝条，我们在这里出一个枝条，好，剁，好，在这里出一个枝条，然后把这个枝条出在这儿，蹦蹦。好蹦，好了，咱们把这个角给封了啊，把这个角给封了。那么这个构图呢，就这样了啊。我们整幅画的构图很简单，是不是？啥时候上报，啥时候下报？竹竿向我们竹梢部啊，向我们扑面而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上报啊。竹竿向背向去的时候就是下报。老师下一之前想截屏，好的。啊，你们拍照截屏，啊，我也拍照，你们也截屏，好吧？咱们都存下这个竹枝，留下它的印象。好，我把它放正一点，咱们放正一点就开始，我来拍照，你们截屏，哎，看过来，对，点关注，亮灯牌。好，你们再找呢，就会找到我了，要不然你们找不到我的。好的，孙杨市长，拍照了。好，拍照完毕。你们拍好了吗？啊，咱们同学们截屏截完了吗？截完了，咱们就开始。好，谢谢大家点赞哇，18000了，赞赞啊，这么快。好，咱们接下来来添上叶片。咱把叶片添上啊，同学们。好，拍完了，好的，非常好。毛笔刷一刷，这个毛笔呢，你这个搁一会儿不用就要刷，把毛笔重新再晕开。我们把毛笔晕开之后，接着再来画。依照水分的控制啊，我们这个水分一定要把它控到刚刚好，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对，接着我们就开始添枝加叶。好，我们可以把这里啊画得重一点，来看过来。这里我画养叶竹，好，一片叶，好，两片叶，好，振翅向上飞，咱们画出来它的力度，好，这两片叶画出来，接着呢，我们在这里。
下边。好，咱们再画两片、三片的啊，去表现出这里的一个枝条。记着它们的变化，要有变化。好，咱们画出这么一簇。接下来在这里，我们接着再来画，要有大有小啊，同学们啊，你看我们用人字啊，大大小小的人字叠加出来不同的效果。好，去把它的美感度画出来，有宽有窄，有大有小。有浓有淡，要有变化，有的瘦长，有的短胖。好，这个小清新啊，咱们就把它画出来。接着呢，这个枝条呢向这边啊倾斜，咱们从这里，既白当黑，啊，咱们从这里就画出来。哎，这个叶片，咱们接着把这个叶片也画出来。好，两个叶片从这个石块，一个从这儿穿过来，啊，它的灵气马上就透出来了。好，画出来。毛笔要不断的刷，把它晕开，重新晕开，我们再刷。把水控一下，控一下水，我们再来蘸墨。好，这一个呢，竹竿在前，这个竹竿在后啊，它从它们两个中间穿过去啊，同学们看过来。好，从它的中间穿过去。好，这样的一只，唰，斜着就出去了。好，表现出这一半啊，钻进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接下来，好，咱们把这一片画出来，把这一片，啊，画在它的后面。好，一只很清秀的竹子呢，咱们就这样就画出来了，画出一只清秀的竹子。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再把上面的这个竹子，咱们把它的竹叶添加上，啊，加上竹叶，咱们看过来。这个呢，我们采用中墨，好，咱们调好墨，接着往下画啊，看好了，这一支，我们是向下垂的啊，这边呢就开始往下垂了，要画出它下垂的气势，看好了，怎么画出来？好，一片叶从这儿唰，哎，这么一片叶画出来，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啊？两个字，同学们，弧度，形成了一个弧度。咱们从这个位置啊，同学们，红梅花啊，可以画绿的吗？可以的，你什么颜色都可以画啊，这是你表现心境的啊。咱们墨竹。啊，一般从文同创派是用这个，是用
墨来画的啊，纯的黑白，黑与白的对比。那么到这个苏轼的时候，他把这个墨呢，也进行了一个变化，用了这个朱砂来画出了红烛，这个朱烛，好，咱们在这里画出来这样的一个叶片，挑起来，好，这叫什么？同学们，这叫堵雀升堂，把堵雀升堂打在公屏，堵雀升堂，好，接着咱们在这里呢，也给它画出来一组。好，一片，从这儿让它遮盖在竹竿上边。好，两片，三片，四片，你可以在这里呢再加一片出来，五片，啊，它们两个，你看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要把它们联系起来，好不好？哈哈哈哈哈！别说美人鱼了，掉出水面才能看到是蛤蟆，把老头儿气坏了。哎呀，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啊！咱们在这里呢，好，从这里，这叫什么？叠叶的方法。又一个朱雀升堂，两个朱雀升堂，一个朱雀升堂是尾翅膀向这边，一个是翅膀向这边啊。发现同学，大家发现了，好吧？那么咱们在这个五叶的组合右左上边，咱们画出来这一组，画出它的层次啊。好，咱们在这里啊，这第二枝这个枝条也长出来。那么咱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高飞孤雁，它们两个都独雀升堂。好，加一个高飞孤雁，加上一个脑袋。好，接下来呢，咱们在这里呢再加上一枝。看过来，我们在这里加一只，好，一片叶，两片叶，从这儿啊，黄金分割区再下来一片叶，看到没有？黄金分割区又下了一片叶。那么这个枝条呢，往这边接着唰，哎，咱们又出来一片叶。好，这一片叶的两个黄金分割区，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啊，咱们交叠。好，这个枝条呢，就有了这种啪往下垂的这种气势就出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咱们所有同学啊。好，那么我们让它垂的力度更大一点，在这里呢，唰，哎，再来一片叶。啊，这是它的气势啊，一定要把它气势画出来，来看清楚啊，咱们画出来它的气势。好，再来一个大叶。好，一层一层，这个枝条呢，啪就垂下来了，啊，它一垂力度就有了，不垂力度没有，啊，接着咱们在这里呢，让这里再加密，这个交予它的上黄金分割区，这个叶片的上黄金分割区，下一片我们交它的下黄金分割区，看好，我们如何来叠叶的啊？咱们唰，哎，看清楚没有？咱们叠叶是有方法的，啊，一定记得这两个叶啊。平行一定要记得一个翻折啊，要给它破或者宽窄、粗细来进行变化。好，在这里点一点，啊，咱们就不往这边了。再往这边走的话，它就三叶交一点，就不美了。好，咱们这个枝条唰，你就感觉到它带着风声啊，它就起来了。唰，在这里呢，我们再画一个，你可以画一个这个，哎，咱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朵雀。讲了一个飞黄，看到没有？咱们这个飞黄高高在枝头，咱们画一个飞黄，飞黄在天。啊，我给大家讲过，咱们画飞黄的时候，啊，一定要让它脱离这些很多叶片的位置，啊，让它独立枝头，看到没有？那么咱们去画的这个就是独立枝头的一种感觉出来了，咱们明白了，打个明白，好吧？啊，从这个枝头唰的一下就飞上高空，啊，把它独立枝头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
好，接着呢，我们在这里刷，再把这里画一些叶片出来。好，这里呢一层一层的就向下垂了，然后这里呢第二层，啊，这个枝条上我们也画出来，刷，啊，怎么画出来这里？好，往上去，我们画一个惊鸭，发现没有？它的左翅、右翅、尾巴、脑袋。啊，对不对？咱们把它表现出来。这个枝条呢，唰，哎，这个枝条，你看它这里又发一个小枝条，咱们把它画出来了。接下来呢，在下边呢，咱们给它加一些尖尖，新生命，biu，biu，加一些新生命啊，这个小尖尖啊，画出来，它的新生力量。好，那么咱们在这里呢，这个小枝条呢，我们也要画，啊，刷，哎，咱们在这里呢，画出来这个小枝条，一个惊讶的这种感觉，他们看到没有？小惊讶脑袋往这边望望，飞黄干嘛呢？对不对？脑袋望向这边，小尾巴翘得老高了啊。好，那么这是怎么画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枝条？接下来呢，咱们把上边的这个枝条，咱们也画出来。看过来，咱们画画就跟玩一样，咱们一定不要让太拘谨。你看着我们去画的时候，这个不管是从构图啊，还是从上，咱们从叶片上啊，咱们都画出来它灵动的这种感觉出来，这种美感度自然就出来了。这个主干在前的，咱们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叶片呢？你看贴着它的边啊，它就不过来，对不对？好，你画出它在这里唰，哎，被主干遮挡的一种感觉出来。好，接下来呢，咱们一个父子交叠，然后再把这里的往这边枝条往这边延伸啊，同学们看清楚，唰唰唰，看到没有？哎，它往这边就斜斜的就伸出来了。好，这个枝条它就往这边展，啊，怎么样？想让它展得更远，啊，再继续往这边，唰，唰，交什么？交与它的叶尾黄金分割区。一定注意我们交叠的位置，这个交它的上黄金分割区，你看它的力度是不是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说你们不会画的啊，同学们一定先掌握黄金分割区。手交尾，对，看蘸墨，蘸墨没啥看的啊。你们来，我把墨放在这儿，你们来看一下。好，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再加个淡墨，啊，看好没有？我们加一个淡墨，把它过一下水，咱们加一下，把这个。这边的这个墨汁呢，咱们再调一个墨色，啊，调一个墨色，来对它进行加叶片啊，同学们，飞黄在天，只也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追逐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哈哈哈，移花原主啊，你这个现代诗又出来了，啊，咱们对的有回放课啊，咱们有课件，你们可以想学习快的，你们可以去买。啊，在这里呢，咱们画出它淡淡的叶片啊，同学们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墨色呢，它是另外一杆竹子上面的墨色呢，相对就淡一点。好，咱们去表现出来，你看我们两杆竹，两种墨色啊，咱们让过来吧。好，咱们看过来。好，这个呢是这杆竹子上面的叶片。好，画出来这杆竹子，它的叶片，往这边呢，我们再走。好，画出来，有浓有淡，有变化。
好，一个小个子飞，奥特曼这里呢，浓淡就交代清楚了。那么这个枝条呢，它往前伸伸伸，可以伸到这里啊。咱们在这里呢，也画出叶片出来，有浓有淡的这个感觉了，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奥特曼这个层次感是不是就有了？它马上就跳到后前边了，这个墨色呢就跳到后边去了。这就是前冲。我不是飞在天，我是云在天。好，云在天。好，那么咱们向下的这条，啪啪，左右一甩，它就有气势向上的，也把它们的气势画出来，孩子们。那么我们这样就简简单单画出来了。升仙啊，对，这个是升仙，是咱们这个16年的老纸，奥特曼16年的老纸。那么这种升仙呢，它可以分层，分得非常好，啊，分层效果非常好。你们离近就可以看到，奥特曼。来，我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层次是不是就出来了？你们看它的层次，看到没有？叶片在前，叶片在后，对不对？啊，它前后叠加的顺序非常的清晰。它在前，它在后，它在前，它在后。你看，在前的叶片呢有两条水线，白色的水线啊，两条白色的水线。好，咱们接着。再把这里画出来，把这里的叶片呢，哦，对，生鲜啊，你们要买的话，我把它挂出来啊，要把它挂出来，好的，好，就是这一款。啊，这一款生鲜。在购物车购物袋，好，我挂出来了。好，接下来咱们来画这个小竹子啊，喝水，喝水，喝水。好的，哦，忘喝水了，喝口水，咱们接着来画。谢谢一滴泪。咋找三角形？三角形很简单的啊，咱们在这里，你来看。我这里呢，它是一个三角形，整体形态上的一个三角形，看到没？然后这里呢，一个飞黄占一个点，啊，这里占一个点，好，这一个枝条呢，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它又是一个三角形，啊，那么上边的这个枝条呢，在这儿一个点，在这儿一个点，好，在这儿又一个点，它又是一个三角形。看到没有？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你把这个，在画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形态啊，去给它表现出来，三角形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它就有下垂之势或者上扬之势，它的气势就上去了。哈哈哈哈哈！长眉老翁是不是？好，那么咱们松松节啊，这是我们来画的。这种灵动的感觉，把它表现出来。对，初学者你们用半生半熟的啊，初学者不用这个纸，你们要用这个。初学的同学用这个，是这个百米长卷，或者我们裁开的40×30的啊，这个纸。好，我把它挂出来。初学的用这个纸，这个半生半熟的不容易淹没啊，不容易淹没。好，那么咱们接着来看，咱们把这里呢叶片画出来，墨色我们调好，笔尖呢稍微浓一点，咱们可以采用一笔墨的画法。早上好，顺其自然。
好，咱们接着来画这一幅啊，把它的这个下半部咱们来画出来。好，谢笔墨安心的分享。好，把它这个叶片啊，咱们看好了，露出了枝条。咱们这个呢也画向上的两叶啊，看好了，唰。哎，咱们表现出这个一片，好，非常清秀的感觉啊。那么他们两个就在，就有哎你好打招呼的感觉啊。好，在这里我们再画出这一个小清新，啊，在它下边呢，再画出两个一片。清清秀秀的这种感觉画出来，很清秀的，是不是？啊，你看咱们的对比很强烈的，老竹子叶片多下垂，小竹子叶片少，叶少枝昂。咱们把叶少枝昂打在公屏，叶少枝昂打在公屏，同学们。清清秀秀一棵竹。嗨，阳光明媚，打招呼了啊！九万凤凰，欢迎九万凤凰。对，叶少枝昂，咱们画出来叶少枝昂的形态出来。好，这个小枝条呢，非常的嫩，很清新。很清秀的，对不对？啊，有了这个浓淡的变化和它的层次感，咱们把它表现出来。好，大叶写形，小叶写意啊，同学们一定记着，我们竹子呢是大叶写形，小叶写意，小的叶片呢，胖瘦不均啊，同学们，小叶片胖瘦不均。吉祥如意，早上好。对，叶少枝昂，叶多呢必垂，咱们画出来。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弧面啊，咱们也给它表现一下。来看过来。好，咱们在这个地方呢，略施皴擦，把它的地面啊去画出来。啊，它坐的地方是哪里？然后它前边，哎，还有一片开阔地。好，把它的空间感，咱们通过几笔就把它画出来。好，那么这一幅小竹子呢，咱们就把它表现出来了。对，叶少必垂，叶多必垂，叶少枝昂，咱们画出来这么一幅木主图。再给它加上几个小一点的。好，看过来。
小草加上一些。啊，加上些小草。好，那么咱们这幅画面呢，就把它表现完毕。接下来咱们再来画一幅，天行健，对，小草点缀一下，啊。这个表现出这幅画啊，咱们就画出来了。石头点台吗？点的有啊，石头上面都点的有青苔的，石头点上青苔，它就活了啊，它就有了生命，看到没有？都有苔点。好，那么咱们这幅呢就画完了啊，咱们接下来，三、二、一。截屏，哈哈哈哈，想截屏的你们就截屏。接下来咱们再画一幅。不客气，截屏。接着我们再画一幅啊，再画一幅木头图。不正，哈哈哈哈，歪了是吧？好，我给大家再调整一下。这个镜头是歪的啊，这个摄像头是歪着的。好，这样就正了。好，你们去截吧，这样是正的啊，这样是正的。好，三、二、一，截吧。好，咱们现在是正的。好，完成。咱们接着来，老师画的太美，谢谢阳光明媚。谢谢你们的喜欢，然后咱们接着再画一幅。我看一下纸的正反面啊，咱们找一下纸的正反面。好，接下来这幅画呢，咱们画一个，怎么样？我画一下，你们猜是什么样的竹子啊？咱们截屏了。好的，万年龟。好，不客气啊。好，哇，4万多赞赞，咱们加油加油，把赞赞往上走一走。一竹儿，这是四枝三开的啊，四枝三开的，是吧？是刚才那幅题款印在哪里？我们这幅题款呢，在左上角。左上角提款，光的是正面吗？对，光的是正面。好，那么咱们描红本啊，咱们纸啊，这个笔墨纸砚，你们需要的话就赶紧去带啊。咱们接下来把这里画一只竹啊，咱们看过来。啊，同学们，我这一支画完之后，你们是不是就有感觉了，对不对？啊，该课间休息了。好的，九万凤凰，啊，咱们老师还没有拍呢，啊，上面那个画还没拍呢。哦，好的，我再拿下来，把这个枝条画完，拿下来让你们拍一下，好吧？哇，画一杆竹，同学们已经看出来了，太棒了啊！咱们同学们真的好优秀。我才画了一个钓鱼竿，你们就看出来是风竹了，哈哈哈哈哈！嗯，老师要画风竹，嗯，太棒了，咱们很优秀啊。好，我在这里把枝条画出来，枝条画出来，咱们可以，同学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看清楚吗？我们这个风的强劲度还是挺大的，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唰唰，蹦蹦蹦蹦蹦蹦蹦，好蹦跺跺，蹦蹦跺，好蹦蹦蹦蹦，画的时候要一气呵成啊！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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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跺跺跺，好蹦蹦蹦，好蹦
蹦蹦，唰，唰唰，唰唰，哎，怎么表现出这个风的强劲？把它的力度表现出来。好，蹦蹦蹦蹦蹦蹦，好，唰唰唰，这个风的力度啊，咱们就画出来了。从枝条上看，风力还不小，对不对？枝条能看出风力吗？同学们，枝条能不能看出风的力量？能还是不能？同学们，打打公屏。好，这个是长枝条。好，蹦蹦蹦蹦蹦蹦蹦，跺跺。好，从这里唰唰。好，蹦跺跺。好，蹦蹦蹦蹦蹦。哎，它很强劲呢。啊，唰唰唰。好，唰唰。蹦蹦蹦蹦蹦蹦。好，这里呢，左右分，一左一右分开了。啊，咱们这个风的力量还是有的吧？蹦蹦蹦，跺跺，啊，跺，蹦蹦，跺跺。好，这个风的力度，我们通过一杆，一个杆啊，风往左边刮，对不对？啊，咱们有风往右刮的，有风往左刮的。啊，它各种形态咱们都要会画，是不是？好，一杆竹，我们已经表现出它的锋利。接下来看一下，把竹节点上，竹节点出它的力量。好，半实半干点竹节。好，这个竹竿呢，我们就画出了它的力度啊，同学们，风雨力竹的感觉。嗯，好的，谢谢咱们很多同学啊，一眼就看出来了啊，我刚画一个钓鱼竿啊，同学们就看出来是风竹了。好，半实半干点竹节，很棒的啊，同学们。好，你们咱们加油点点赞啊，同学们加油点点赞，把赞赞往上走一波，我喝口水，我喝口水，同学们加油点点赞，好不好？拍照哦，好的，好，你们拍照了。我这下边还要再画一杆竹，哎，可以不画，也这样也可以的啊。画一杆，谢谢关点亮礼物墙爱心啊，谢谢你啊。哇，这个还有礼物墙呢啊，我还不知道呢，真的是。若晴，早上好。啊，谢谢滴滴的粉丝们，谢谢滴滴送的闪耀星辰，非常感谢。好，画个竹笋啊，好的，老师主动喝水了，哈哈哈哈哈。啊，咱们加油加油！啊，老师好，把上一幅画截个屏，好的，啊，把上一幅画拿过来，你们想截屏的来一起来截屏了，看过来，想截屏的同学，你们可以把上幅画来截屏。好，这个纸呢是16年的老纸啊，咱们这个纸是卖一刀少一刀的啊，同学们，我去年用的都还是15年的纸呢，今年呢厂家已经卖光了，没有15年的了，现在只剩16年的纸了。那么再过段时间啊，它如果存货卖光的话，就只剩17年了，对不对？啊，咱们。好，欢迎丹凤清。欢迎咱们所有来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么这里是零基础选墨竹的直播间，啊，咱们不客气运啊，不客气。啊，那么咱们把赞赞走一波啊，谢谢大家。我把这个描红本给大家挂一下，我看一下，我把描红本去哪儿了呀？好，描红本挂出来，咱们没有买描红本的同学们，啊，咱们有多少新同学，多少老同学，打打公屏，
新同学打个一，老同学打个二，好不好？新同学打一，老同学打二。新同学打个一，老同学打个二。啊，咱们晚上是讲课的，同学们，咱们晚上给大家讲课的。晚上讲的是这个咱们的描红本，跟着描红本咱们来上课。同学们，你们没有买的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还有。那么再过一会儿，说不定就没有了啊，过一会儿就没有了。啊，咱们苏同学，这是咱们描红本。昨天呢，咱们讲到这个了，讲到孤一了。啊，昨天讲到孤一，那么咱们画了孤一，也画了有很多啊。我找一下，咱们昨天讲完孤一画的这个叶片。所以说，咱们同学们把描红本带一带啊，跟着老师一起学起来啊。这是咱们画风组上的这个飞黄，看到没有？啊，这个飞黄是这个形态啊，咱们把这个飞黄这样一画，它就显出了风的力量。啊，这一个呢，咱们看到没有？这是咱们昨天按照描红本咱们去描的啊，去临摹的。那么和咱的描红本是一模一样的，同学们看过来，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啊，咱们去好好的去学习，按照咱们的描红本，这是咱们的描红本，啊，咱们昨天给大家上的课啊，跟着我一笔一画，怎么来画出来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一个，你看每一个咱们是一步一步带着大家去学习的啊，同学们，好，你们把这个，我看一下还有多少了。哦，描红本还有几十本呢，你们赶紧去啊！描红本现在还有几十本，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没了啊。哦，现在还有啊，还有的。啊，你们需要的抓紧时间去啊！好，咱们接着，对，你们把笔墨纸砚带一带，跟着我一起学起来啊！这是咱们上课画的画稿手稿，这是咱们的描红本啊，上面标注了名字啊，标注了名字的啊，你们抓紧时间。好，这是咱们昨天讲到的内容知识点，讲到了第七页。咱们今天晚上会给大家接着来讲的啊，同学们，讲到了第七页。对，一样的，就是颜色不一样啊。我给大家翻一下看，这个呢是深色的。咱们从零基础，从一个单叶片开始讲啊，单叶片开始讲的。看清楚，正面叶片、侧面叶片，咱们讲的很细的。这个有这个叶柄啊，这个叶首、叶中、叶尾啊，它各种画法啊，它的画法，包括我们的这个旋转图啊，这个旋转图，侧面的、正面的啊，包括这个叶片啊，包括这个，看到没有，同学们？啊，咱们左叶、右叶，包括翻折叶片，咱们都有啊。接着我们金锉刀笔法。啊，金锉刀的笔法，然后孤一，孤一不孤啊，孤一的画法，还有两片叶的画法啊，咱们从一个单叶片慢慢的学起来啊，零基础你们都可以学会的，同学们啊，然后八字、人字、入字啊，抱抱、射月啊，各种两叶片的画法，然后飞天、万福啊，这都是两叶的画法，然后接着咱们再加上一个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个叶片破个朱雀生堂福音。破双蛾眉，啊，咱们各自飞，对不对？啊，还有这个金鱼尾、金鸭破鱼尾、飞燕，啊，各种画法，咱们上边啊给大家讲了一下，朝天灯，啊，接着咱们四叶金鸭，啊，芥子，啊，咱们很多的这种画法，啊，四叶的落雁金落雁，这个白鹤亮翅一穿分子芥子，还有破个，咱们这是。
咱们的描红本啊，你们没有带的，抓紧时间去带。好，四页、五页到六页，啊，最后讲到咱们的这个竹竿，啊，还有飞簧多个啊，这各种画法啊，咱们有叠个，是不是？啊，孤一、别二、攒三、聚四、分五、斗六啊，非常的详尽。啊，这里呢是竹竿的画法啊，是竹竿的画法。啊，一拍加急哦，好的。啊，这是竹竿，你们深色、浅色，你们分一下啊。注意去买的时候，深色和浅色不一样啊，它颜色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竹竿的画法，咱们接下来竹竿、竹枝啊组合加在一块儿，搞一个组合的练习啊。这是咱们的练习本啊，咱们搞一个组合练习，然后组合把整个枝条画起来。你看飞黄，咱们刚刚画的飞黄是不是这样啊？看到没有？这个飞黄在天，是不是？你如果能够，你学会了，你就可以把它表现在你的画当中，是不是，同学们？啊，这是再加上竹竿，到最后加上竹竿、竹枝，啊，咱们再画一幅完整一点的啊，这个小品图。啊，这是整个咱们的描红本，深色的、浅色的也是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啊，浅色的只是颜色不一样，这都是我亲笔画出来的啊，咱们所有同学来看过来。啊，这是正面，看到没有？啊，正面页的画法，你看它只是颜色不同，啊，左页、右页翻着，啊，一直到最后整个枝条，包括竹竿，你这个都是可以描摹的啊。浅色的用来描摹，颜色很浅，你们可以描。好，那么竹枝啊，咱们都可以一片一片描出来，而且呢，它带有分层的，看到没有？啊，咱们浅色也有分层，你可以根据它的墨色的轻重去调配。啊，这个是重，这个竹竿呢墨色浅，你看非常的分明，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清楚。啊，这是咱们深浅两色啊，你去根据你自己的基础啊去进行去描摹啊或者临摹。好，接下来咱们接着讲课，我再喝口水。好，咱们接着把这个风主画完，咱们就哇，马上8:50了，能不能画完呢？咱们同学们还要看这个啥的，你们有什么问题的，8:50可以提出来，我给你们解答，好吧？咱们来看左向的啊，同学们，很关键的啊，同学们，很多同学啊都是向左的叶片不会画，有多少同学是向左的叶片不会画的？今天咱们专门画了一只向左的，都是向左的，发现没有？那么在这一杆竹子上，咱们所有的叶片都向左。好，向左不会画的啊，买了一本深色的，再买一本浅色的，描起来。对，说得非常好，运。啊，排了一本深色，排了一本浅色啊，非常好。啊，咱们浅色的就是用来描摹的，咱们有同学一次最多的买过十几本的啊，就是你这个。一定是要练的，那个在练的过程当中，你一本一本的买，你都要这个啥的。啊，咱们有同学呢，一直也有买七八本的，啊，所以说是买浅色的，深色的买一本就行了。你们把它分开啊，同学们，深色的好还是浅色的好？它的用途不一样啊，浅色的是来描摹的。好的，咱们开始画了，阿丽。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啊，阿里山的少年是壮如山，哈哈哈！咱们开始了，跑调歌唱起来。好，买了深色的啊、哦，好的，一点没。你这个你的基础如果好一点，你就买深色。啊，这个墨我还要调一调的，这个墨用完了啊，他们。见谅啊，我这个咱们小滴管再滴一点水，就这么两下啊。这个画儿不大，咱们稍微抹，用一点墨就行。
好嘞，咱们接着画起来。注意看，向左的一片如何来画？刚买了深色的，好的。买了描红本，你们就跟着一起学，好吧？晚上过来跟着老师一起学。好，咱们在这里讲过啊，整个竹竿，我们画出了倾斜之势，对不对？画出了倾斜之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个叶片总司令，那怎么看？我们画出这一个叶片，它是不是整个竹竿唰就被它拉动的这种感觉有还是没有？咱们所有同学啊，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这是从右向左画的。很多同学不知道，那么你们认真看，我画的叶片多啊。这一次你们专门让我讲，我又不会画这么多的。现在呢，我画的非常多，你们认真来看。那么咱们每一个叶片呢，都给它画出来，每一个枝条都画出来一个。好，来看过来。好，进错刀，发现没有？这种是翻折的逆风的叶片，这种呢是顺风的。好，这是顺风，这是逆风，你们发现没有？老师画上一个叶片之后，这个枝条呢灵动之气马上就有了，有还是没有？你们看，就一个叶片啊，咱们就把它的力度表现出来。看清楚没有们？咱们每一个叶片啊，表现出它不同的胖瘦。这全部都是向左画的啊！你认真的来看，你们都可以学到今天的这个精华部分的。看清楚。这个墨粘稠度有点大啊，粘稠度有点大，所以说我不停的在调墨，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根据你们的墨的粘稠度来画你们的这个墨主图。好，这个枝条呢是往斜斜的向上的一种感觉，好，斜向顿笔。这个枝条呢，咱们是往这边吹动，有一种拉动的这种感觉啊，看过来。好，看清楚吗？每一个叶片呢都不同，我们画出来。先把每一个枝条咱们先画出来。那么这个枝条上的叶片啊，看过来。它是往这边的。你不会画的，跟着我先一个叶片一个叶片的啊，咱们画起来。咱们讲课的时候是零基础，咱们都是从单叶片开始给大家讲的。看清楚。先把一个小枝一个小枝的画起来，你看这个小枝长一个，这个小枝长一个，这个枝条长一个，每一个枝条你先去长上一个叶片，好不好？每一个枝条你先去长上一个叶片。好，要有大有小，要有变化，看到没有？咱们每一个枝条长一个叶片，就一定有了什么？有了美感度了，是不是，同学们？你才长了一个叶片，它就有了美感度。你看这个是小枝条，好，这个枝条往下垂，好，画出这边的叶片的翻折，向下的翻折，你看这是向上翻折，它的顿笔向下翻折是另外一种顿笔。好。这是他金锉刀的笔法，看到没有？金锉刀笔法，咱们向下一个顿笔。所以说，你各个方向都要会。这个力度是不是马上就彰显出来了？咱们就画了，凤凰抢占枝头。咱们同学们，这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就表现出来这一个，它的力度。
好，在这呢是左右分啊，咱们来看啊，这个左右分咱们古人又画的特别漂亮了啊。好，左右，啊，看清楚没有？左右一分，中间呢有一种流动的这种感觉啊，它们叶片，前后流动，它有一种左右摇摆的这种模糊的这种感觉啊，像它中间呢又向这边摇，又向这边摇，叶片呢又向这边分，你看这个很分明了，到这个枝头上它就直接就分到这边了，那么这边呢就很分明了，直接就下来了，对不对？啊，它是只有这边的枝条呢，它被风吹的会左右摇摆。那么它就有一种动感在啊，咱们一定要了解，咱们每一次画的每一个枝条、每一个叶片，它都是不同的，咱们，好，咱们画出来。方向，然后每一个叶片呢，它的夹角开始添加第二片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夹角。你有的夹角大，有的夹角小。你看这个夹角小，啊，就像螃蟹的钳子，对不对？你要画出它的力度才行。好，那么咱们接着呢，在这里往上刷，哎，看到没有？这个往上去飞。它的力度彰显的就更强烈一点。那么在这里呢，咱们再画一个翻枝，看清楚，这里又一个翻枝，咱们就画出了一个川字的形态。川，咱们把川打到后面，没有了吗？哦，这么快，描红又没了。哦，还真是啊，啊，非常快。我看看一会儿给你们，你们都缺什么的啊？一会儿我看还有没有了，还能不能给大家再挂一点？好，那么咱们在每一个枝条，咱们去画出一组一组的这种感觉啊。咱们看，好，把它的力度表现出来。好，这是两层，你看这两层，咱们画出了它的感觉啊，咱们。好，看清楚啊，我们是如何来画出这一个枝条，一撮一撮，这是一波一波又一波向这边走，它的气势。好，咱们把这一组呢，咱们就表现出来了，再加一个小的叶片，啊，这一组呢，把它气势画出来了。好，接着我们在这里。啊，再把这里顶梢的这一只，我们也把它的气势画出来。好，它一定是有什么呢？一定是有叶片的，它来回在刮的时候，它本身是往这边的，有弹力啊。他们一定要把这有弹力的这些叶片画出来。他是不想往这边来了，你来吧，不来，来吧，不来，来吧，是不是？这风就吹着他啊，就把他这个给画出来，这种感觉。好，这一簇你看，这一簇枝条是不是马上就灵动了？啊，这一簇灵动了，这一簇也灵动了，是不是？啊，这个被风吹的是一种这样的形态，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咱们抿过去的这种力度是张风的。是不是智慧兔？谢谢智慧兔，最缺老师的那只神手画木竹，谢谢我们艾斯姐，咱们很多同学，
好，接着咱们再来看啊，这里，咱们慢慢就把它的风的感觉画出来了。接着再把这个枝条，咱们再来添加啊，好，把这个枝条咱们再添加上。注意看这个枝条，唰，看到没有？还是咱们这个是一天见啊，同学们，咱们不单有金锉刀，还有一天见，同学们一定要把你的一天见也选起来，好吧？好，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枝条呢画出来，向这边走，看到没有？它前面再伸一个叶片，再伸一个枝条，来看过来，唰，看到没有？这个气势是不是马上这个枝条和这个枝条兵合一处，剑拔一家，对不对？你这个兵要往一块儿汇合，要往一块儿汇合啊，它的气势才能够出来，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唰，哎，在这里唰，表现出它这里的这一组它的风的强劲，唰，被吹过来的这种感觉啊，同学们，有刀有剑，老师想干嘛？怎么表现出满满正能量？好，看清楚没有？一定记得这个枝条，它本身是往这边的，然后强着吹过来之后呢，它是有一种。这种弧度在的啊，他们记着这个弧度，弧度是很关键的。你如果唰直接直着过来了，那就完了，这个枝条一点力度都没有，被折断的这种感觉了，就是是不是？那就是被折断的感觉了。一天见，金锉刀啊，咱们都要有，把它的这个力度和美感咱们表现出来。接着呢，咱们在这里这个小枝条接着往上出，唰。好，咱们把这个枝条也给它出来。你看，它沿着这个竹竿的主线，握拳在胸，握拳在胸，一定要把这个感觉啊画出来。好，看清楚啊，看见没有？咱们的毛笔啊，又出现神来之笔啊。那么在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缺墨了，还是飓风啊，这就是毛笔一定要好。你们在画的过程当中，没有好的毛笔作为辅助，那是不行的啊，同学们，你们画不出来这种感觉。想要和老师画的一样的好啊，你们就要去，想学成，你们就要笔墨之砚要得力，笔墨之砚不得力，你们画不出来。你这一画一分叉，一画一直，一画一阴墨啊，那你啥感觉都没了，你就是天才，画竹子的天才。你也就没兴趣了，咱们很多同学啊都是这样被困扰的，啊，这个是淡墨啊，同学们，这个是淡墨，啊，很多同学画的原来不怎么样，那么买了毛笔之后呢，啊，画出来的感觉呢就非常的漂亮，啊，先喝一口水，哦，整点了是吧？好的，咱们苏同学啊，好，感谢咱们苏同学啊。我讲课呢和其他的不一样，不图名不图利的啊。咱们很多同学啊，咱们那个平台给我发的也有，还有这个奖杯啥的都有啊。咱们但是我从来没有去亮过啊，从来没有去亮过。啊，这都是平台给的这个奖杯都有的啊，但是我从来没有亮过，没有啥意思。啊，咱们你亮来亮去的有啥意思，对不对？啊，咱们讲得好，同学们能学到真知识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老师在炫耀，对不对？炫耀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啊，所以说你们能够学到知识点才是最重要的，啊，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啊，不需要拿啊，我不是这样的人，不喜欢啊，天天把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挂在嘴边的啊，没有什么意思，你们能够学到知识点。才是最好的。好，咱们把赞赞走一波，好吧？把赞赞走一波。我开播时间长了，开播两年多了，啊，很多讲课的老师还是跟着我在直播间里学的啊。好，咱们。
这幅画没画完，没有呢，咱们还没画完呢啊，咱们接着往下画的啊，咱们这个时间把蛋蛋走一波，好不好？把蛋蛋走一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毛笔缺货了，嗯。你这个讲那个讲的，你又是这个啥的啊？你又是什么？中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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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你画出来画啥也不是，对不对？啊，你有什么可炫耀的，对不对？咱们画出来，让大家这个能够学到真正的知识点，这才是最重要的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刚才买深色的，有毛笔初学一支的，现在看不见了。深色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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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得啊，这个描红也是很快的啊，来的晚的同学们都抢不到的，没有赠品的啊，描红没有赠品。智慧兔，啊，有的都有都有，哈哈哈，江边一马，风烛好看，好看效果，对，云淡风轻说的很好。吴镇呢，一生不做官。那么吴镇画的是天花板级的，对不对？啊，吴镇画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你如果你心中有了这个很多的东西，有了很多的牵绊之后，你画出来的墨竹它是变味儿的，啊，它的味道就变了，你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啊，同学们。所以说，当染上了一些东西之后，你的墨竹完全就会变味儿，你就画不出来那种感觉了。一宾国画。老师好，总不理我了，咋不理你了？我看到你了，看到时候就回答。咱们同学们多啊，我看到时候就会回答，看不到的时候没办法。七万多赞了，咱们加油加油，把赞赞往上走一波，好不好？啊，加油，把赞赞往上走一波。啊，好，谢谢风，谢谢大家的喜欢啊。啊，咱们画墨竹本身就是这个以竹为茎尖的啊，就是以竹为茎尖的。咱们学习就要学习竹子的这种精神，对不对？要学习竹子的精神。哦，没有是吧？好。好，谢谢咱们很多同学啊，谢谢大家的喜欢。老师，竹枝。右短交替，左长右短交替，不明白。好的，啊，那我给大家也回答一下问题，好吧？给大家也回答一下问题。啊，描红本啊，描红本，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了，应该还有了。怎么啊？有同学说没有了是吧？光了。哦，没有了，好吧。那我再挂一点出来，奥特曼，你们没有满的就抓紧时间去啊！啊，没有满的抓紧时间，嗯，我再挂一点。好，赶紧去吧，赶紧去吧啊！赶紧去吧，又挂了，又挂了一些啊，又挂了一些，你们抓紧时间去啊！再晚了就真的没有了啊，再晚就真的没有了。好，咱们赞赞点到8万了啊，同学们，7万9，哇，怎么这么厉害？7万9，有一支的毛笔吗？一支的毛笔。哇！我说今天挂的这个还没有，咱们到晚上，我把单支的，你这个单支的你可以去买的呀，这个单支可以分开买的，你买一套也行，买单支也可以的啊。它单支一支是56吧？这个中号的好像是60多，大号的是76，大号76，但是它没有赠品啊，买单支的没有赠品，咱们所有同学你们一定要记清楚这个事儿啊。买一套198的还有赠品，这一套198的有赠品啊。这个是高弹的灰雕啊，大号的是这个大号的是四厘米的出风，4厘米的出风，中号的是
4.5，这个大号4.5厘米厨房，中号的是4厘米的厨房，小号的是3.5厘米的厨房，都是高弹的灰雕。你们看，我们画出来这种叶片，你画的时候，它这种叶片，没有墨了，还飓风，就是毛笔它有高弹有飓风的这种坚韧起见，毛笔的四德，这是笔头非常的好用。这里是黑檀木的笔斗，黑檀木的笔帽。还有我们香妃竹的笔杆，看到没有？我们香妃竹的笔杆，这是我们三支一套，连起来是198，198买完之后，咱们有一个赠品，竹枝鞘，木竹哥专属赠品竹枝鞘。那么这个小狼毫是画哪里？画枝条的，你们不会画细细的枝条，用它来画枝条啊，特别是新学的同学啊。录取前的吗？上午和晚上的都包括吗？没有，咱们这个有的这个画整幅画的都会放进去，但是有的时候没有你们需要了我都可以挂出来都挂到那个咱们的课件里边去的啊。好，这是三这一套有赠品。那么你说，哎，老师，我有这个毛笔了，小狼毫，我有的画竹枝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大扎笔。它两个赠品是二选一还选这大扎笔，咱们用它画石块。咱们刚才画的时候，咱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画的时候，都是用它来画这个石块，对不对？粗竹竿也是用它那么还有这个啥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赠品是咱们经常用到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空中加油器，买一套三支还送一个空中加油器，还有一个水写布，还有一个水写布。那个水写布同学，有同学说，哎，老师，你的这个在我在生宣上还不如在水写布上咱们都有一块买毛笔这块水写布送给你了。我怎么这个不行我讲着描红这个讲着毛笔挂描红这个不对我把它这个挂出来。好，那么这是毛笔这是毛笔同学们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看。这个毛笔我今天推了一下这几天都没有推，这几天都没有推，我没有拿毛笔拿出来了，因为厂家这个做不出来，一直在说你作画时用正面还是用反面用的是正面，光面很光滑的这个面很光，因为这个一直缺货，一直缺货，所以说我拿出来推的话。有初学者的那一种吗？什么毛笔吗？我的只有这一种，只有这一种你们初，特别是初学者，原来我分了两种，一种这个十几块钱的，但是你越是初学，你去练着练着练着，哎，找不到感觉，对不对？那么有的同学初学的就买了这个毛笔，随手一画，耶，他能画出来这个很不错的效果。自己画不出来的，毛笔给你补了，毛笔给你补出来这种好的效果，所以说，谢谢天空，谢谢喜欢，那么就是这毛笔你画的不好，毛笔呢它可以弹出尖，你画不出尖它可以给你弹出尖，你画不出中锋它可以弹出中锋，对不对？所以说我就不再挂那种便宜毛笔了。因为有的很同学呢，后来画着画着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但是他前期呢买了不好的毛笔，一画，哎，画一分叉，一画一分叉，他就没有感觉了，哎呀，不想画了，没有兴趣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兴趣就被你的毛笔给你扼杀了，对不对？被你的便宜毛笔给你扼杀了。所以说咱们笔墨纸砚一定要买好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买的纸，一画一印墨，一画一印墨。咱们跟大家讲过这个调墨的，对不对？你在画的时候，你买的这个纸不行，那么你画上去，唰，就跟黄河决口一样，对不对？我大家专门讲过这个调墨。你说你这样的纸，你怎么能画，对不对？笔墨纸砚一定是要好的。我给大家讲的，你不要去省，真的不要省。你去买了开叉的毛笔，一画一开叉。你买的不好的纸，一画一墨，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你怎么画就画不出来好的效果。咱们有同学跟我说，哎，老师，这个我的纸怎么一画就它就一团，一画就一团呢？原因是什么？我说换纸吧，你如果不是控墨的问题，你就换纸。
换了纸之后，哎，这个立马就好用了，立马就好用，就很快，很简单的，简单直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咱们同学们一定不要去磕提这个纸，不要去磕提这个墨啊，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还有老师，还有别的老师给他出了高招，他给我讲了，昨天给我讲了，啊，他说这个哦，十级了，天空，啊，很棒啊，啊，咱们这个，他说这个还有老师给他出了高招，怎么让他不阴墨，怎么什么招都使了，什么招都用了，还是个阴墨，还是个阴墨，就没有用，只有换纸，孙悟空有了金箍棒才能够降妖除魔，好，非常对啊。孙悟空有了金箍棒，咱们毛笔就是金箍棒。好，咱们接下来，哦，谢谢大家的反馈啊，谢谢，嗯，谢谢蓝，谢谢麦兰兰啊，笔好用，谢谢竹石啊，这么多同学的反馈，啊，这个毛笔呢，他一直缺货的，一直缺货的，今天呢忍不住又说了一下啊，咱们前几天呢不用没有把毛笔往外拿了啊。啊，咱们接着来看过来，咱们把这个竹子画完，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提一下啊。中号和小号用的多，嗯，好干净的笔法啊，谢谢，嗯，谢谢咱们同学们的喜欢啊。嗯，咱们画竹子要画出清风疏影的感觉，把它的味道给画出来。好，那么咱们在这里呢，接着来画，把这个叶片是长在哪里的？长在丁香头上的啊，同学们。一定记着，叶片是长在丁香头上的，看清楚啊！咱们在丁香头上去长叶片。好，丁香头上长叶片，清风疏影表现出来。好，咱们把这幅画接着来画啊！你现在用的画竹叶的是几号笔？我现在用的是中号笔。哦，我现在用的是中号，啊，蓝竹深笔，中号，下边是墨竹歌，啊，你们说借老师的手，你看你借老师的笔就可以啊，手握墨竹歌，你还能画不好吗？手中握着墨竹歌，你看墨竹歌就跟你这个一起来画这个竹叶，一起来画这个竹竿，一起来画这个竹枝，一起来点这个竹节，好不好？咱们手握墨竹歌。来看过来，咱们接着呢，在这里，好，把这个叶片也画出来，它向上的、向下的、向左的、向右的，各种的方向，咱们都把它画出来。哈哈哈哈，蓝下了啊，清风，对，咱们要把清风的感觉给画出来。清风疏影，这里呢就是一股清风，它这个叶片是淡墨，来看过来，看到没有？这里立马咱们添枝，刚才没有这个枝条，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枝条一添，它的精气神马上就来了，这叫什么？添枝加叶，咱们才能画出它的灵动性。那么在这里呢，这里有个枝条，看到没有？它是三一片叶，啊，同学们，三片叶，在这里顿笔，啪，看到没有？就这样一个小叶片的一个翻枝动作。你都能表现出来，它叶片的这种美感度啊，同学们。好，接下来在这里呢，这里也有一个小叶片，咱们一左一右是分左右两翼的，啊，咱们在这里呢也是左右两翼啊，咱们一定记得两翼要把它画出来。好，在这里又一片，好，这里又一片，表现出这里的一簇啊，下边的一簇，那么在这里呢？怎么也是淡墨，唰，看清楚啊！好，咱们把它的这个感觉啊，一粗一粗的这个感觉，清风疏影，咱们去表现出来。这个枝条唰，它的美感度就有了，有近有远。咱们近的地方用浓墨，远的地方用淡墨啊，看到没有？这个枝条。扬起来很有弹性的，你这个枝条要画出弹性出来，你的这个墨竹呢你就画好了，对不对？好，在这里呢，它这边又一个枝条，它这里长了这个一片，唰，看到没有？一定记得我们如何来画，
啊，在这里呢，我们左边一个叶片，好，右边一个叶片，去画出来这个枝条，它的美感度，好，往这边支，看到没有？啊，每一个叶片咱们都要画出清风疏影，每一个枝条在这里呢，又一个枝条，它是一左一右的，好，从这边唰，交叠的位置看到没有？交叠的位置都是在这个位置了，都是在这个叶尾。或者叶首，啊，咱们才能画出它的美感度啊！咱们一定注意交叠的位置，清风疏影是不是？这一片也画出来了，清风疏影，老师配音很棒，哈哈哈哈，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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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哈哈，我看到鲜肉店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咱们你也经常来的，真的是熟能生巧的，因为啥呢？我去买那个肉的时候，有的那个他就是。就一刀，就一刀，你要1斤的，要2斤的，人家一两就不给你，就切不多啊！同学们明白吗？这就是熟能生巧啊！啊，你同学们都经常去买过，特别是卖肉的，啪一刀，你要2斤，要1斤半，1斤4两，他那一两都不会多，真的很厉害，我特别佩服。这什么呢？就是你经常练，练出来了啊！同学们都是练出来了。好，那么咱们在这里，哈哈，没法比啊，一样的啊，咱们不分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啊，真的很棒啊，咱们也有，咱们群里边有很多啊，各行各业的啊，那么内心，这是内心的东西啊，这是内在的，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叶片是外圆内方，外边的你为了生活，你干什么的都有，对不对？啊，你可以适应这个社会，是不是？啊，外圆内方，内方是咱们的精气神，内在的，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啊。好，咱们接着把这个小枝也画出来。内在你有这个风骨，你是这种不屈的这种精神啊，在你的里边去贯穿的啊，咱们。你的腰板是硬的。谢谢周南海，啊不，这个高雅是，那有的在这个啥的，我给大家讲过，是原来给大家讲过，咱们去那个长征的时候，对不对？长征25000里长征，那有人都被饿死了好多，过雪山，对不对？啊，过草地，爬雪山过草地，煮这个树皮吃，那么是不是有的还在用血把脸给洗一洗，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用血把脸洗一洗？这是人的尊严，人的内在的一种雅，高雅。他不管处于什么环境，内心的这个东西，啊，它能够让你画出非常高洁的这种竹子的精神出来。好，在这里呢，哎，我们画出来，你看有大有小，这一粗，我们就又表现出来，是不是这个风的力量？清风每天几点直播？这几天找不到老师了，你这个你把那个消息提醒关了吧，估计是你是关了。你如果不关的话，我每天都有提醒的啊，每天都有提醒的，只要是关注的，这个都有提醒在。啊，都有提醒在的。每天呢，咱们早上呢是。7点30分，早上7点30分，晚上是6点30分啊，这个时间点。啊，咱们这一支大军和这一支大军合兵一处啊，咱们就看到了它聚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出来了，是不是？啊，咱们接着呢，把这几路军啊，咱们再把这几路人马再去安插一下，好不好？好。那么从这里唰过来了，这个枝条，这个叶片，咱们从这儿一个唰，哎，也从这里出，啊，咱们表现出这个小枝条。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枝条呢也画一下啊，这个枝条，它被风吹成这个形态。好，在这儿
交叠的位置啊，注意你在计划它的时候，交叠的位置，这一个叶片就从这儿交易这个叶片的黄金分割区，在这儿一个黄金分割区，在这儿一个黄金分割区，你要交从这儿交，或者从这儿交。